宝宝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刚刚结束活动，然后现在回到酒店，衣服没有脱。吃饭了吗？我也没有。我呀，我吃饭，我那什么，我现在不饿，这样子，我一般都饿了才吃。我吃饭比较不规律，不要学我。在家都干嘛了？家里宅着吗？没有出去活蹦乱跳吧？对，千万不要出门就吃，在家老老实实待着。都学会做饭吗？我做饭不太喜欢穿衣服，知道吗？爱好害羞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没有他那么暖，我也没有他那么那么的温柔。但是我是比较专一的，平常呢可以多想想我就好了。好了，您就早点睡觉了，今天晚上。好，那我们就拜拜了，爱你哦。